好，欢迎欢迎欢迎。目前有比较关注的医学生吗？哎，你是你害羞什么？选择了。哦，接下来是你们进入急诊科的第一次考核，所有的家属或者陪同者都是我们急诊室医护扮演的。那么这次考核是有评分的，会影响到你们的 offer 的。刘畅，你是刘鹏的家属吗？不是，邻居。你是周某的家属是吗？不是他家属，我们就今天打过一次牌的。打过一次牌啊？牌友，越来越奇怪了。谢旭超，看起来像一个粉饼。家属不用担心。他能不能够手术的决定你能够做吗？能不能手术的决定是需要我来给他开刀的吗？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你这个医生能不能效率高一点？吵得很凶哎。所以，好，我一定会，我一定会，太可怜了。收心病人，怎么了？动不起来，还弄这个东西，吃不消的哇！你已经写好了谈话？没有没有，我现在写。谈话连谈话东西都没写，签了一堆白单子，干的有啥用呢？我谈是谈了，我说写了没？我看一下。我是没看到你写的。急诊是很好的一个照妖镜，不可能混日子的。哇塞，这话好重啊，好可怕。接下来是你们进入急诊科的第一次考核。有点慌。哇，这个考场这太恐怖了，一对一考啊。啊，你是刘鹏的家属吗？不是，邻居。我是他同事。我们就今天打过一次牌的。那我就这么明白的跟你讲了，你跟我谈没用啊。不是你没有忽悠我吧？怎么一个发炎了会搞成吃过呼吸塞就要插管？带他去医院看过，但那时候医生没跟我说要手术啊。赶紧赶紧，冯琛，哎，收病人，好。不要担心啊，我帮你缝好的。别动，好吧？嗯。我们缝好就好了，好吧？乖。把化妆水都不能太大了。不能，现在不能。啊，乖。还有两针就好了，好吧？缝完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看起来要问。冯总，快点过来。好好好。当心，当心，当心。血气先给他抽一个，血气开一个啊。先去问一下家属吧，要问。他现在处于非常病危病重的情况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呼吸病人。快点，我们走了。前面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来，抬一下。大家快点，速度快点！平过来，平过来，平过来！哎，好。醒醒，哎，有反应没？这不对的。是，我再重新。是住院那个吗？啊！这个为什么写这么远啊？你改一下。这不是没有灯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嗯，挺好的。那探头的话是像毛笔这样的，这样子。对的。小刘用心了啊，还要看什么呀？你刚才说的生白了，哎，对呀、啊，这就是成长，小高，可以的。把小谢的手拉到这边，说明你有这个意识，这一点冯琛可以的。没事儿，放松点好不好？你看我们这么多人陪你。谢旭超，我真的看到你进步了。大家互相帮忙帮助的这种精神挺不错的。最后一班加油啊！